这是林局长坟上的土，局长他死于非命，尸骨未寒，就连这坟上的土也是冷的。你现在这个样子自暴自弃，林局长若是泉下有知，如何瞑目？局长将你含辛茹苦养大，你现在无法报答他的养育之恩，更应该珍惜自己，不要放弃希望。冷天宇，其实我还是很欣赏你身上的这股劲儿，像你这样的警察不多了。目前看来，你这里面写的小林峰是线索为证的线索最具价值。这样吧，你只要能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小林峰做了伪证，我就可以启动死刑的紧急叫停程序。明白，谢谢你。